大家好，这次是来猜一下那个我的桃子，这个应该是第二节的视频，然后当时是在单位里面，所以就没有录音。这个是后期补录的这个音频，就是这个桃子呢，也跟之前那个轻松一样嘛，它是同一家店买的，同一个链接，就是很巧吧。当时那个轻松是18块钱，然后买完就下架了。当时就是整个链接就只剩下一个轻松嘛，然后结果后面我去看一下那个轻松的快递到哪里的时候，发现这个链接又重新上架了一个桃子，然后我就把就20块钱也是含邮的，然后我又去把它拍下了，然后它又下架了，就是又是捡了一个漏吧。然后今天也寄到了，就是跟小轻松一起。然后今天这个桃子呢，就是它是有三节的，就是顶上的桃子还有第二节，然后它们都是可以拧的，就是中间是可以转动的。轻松呢就有两节，它就可以两边就是两头转动。然后后面我还有一个 AP 送给我的四个的那个增长快乐松松，那个有四节，就刚好它们一二三四就很棒。好，那现在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